男子足球队一抵达机场，尖叫声四起，所有球迷陷入疯狂，每个球员受到英雄式欢迎。粉丝热情替球员挂上花圈，还要签名，机场变身粉丝见面会。台湾男子足球队暌违12年晋级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第二轮，为国争光。中华队总教练感动到流下男儿泪，那种感动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能够形容的，但是真的很感谢球迷们对我们中华队的不离不弃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在客场逆转胜文莱，中华队大功臣朱恩乐头锤破网，王睿建功，文莱之战让中华队赢了。我跟中华队第一次进球，然后就特别高兴。之前就有抱着这种决心，就是不可以失分嘛，所以当然结果也是很理想啊，所以。然后非常感谢全国的球迷。中华男子足球队归国，取得资格赛第二轮门票，未来要立刻强敌，替中华队夺下荣耀。三立新闻高雄。